装的还挺精致的一个女孩。哇，这个人有点欧美范儿，会有一点小帅气，然后又有一点自闭的那种。四个人当中最高的一个人，就不太喜欢和别人说话的那种感觉。他是一个非常爱穿搭的一个人，他每一套穿搭都非常的韩系，然后就特别好看，真的是时尚博主的那种。就我们所有剩下的四个人都想找他来帮我们搭衣服啊，然后弄头发那种。露露的话就是平时生活中也是爱打扮的，然后爱做头发，爱化妆，然后挺精致的一个女孩。我记得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他们三个就是打扮得很好看，然后化了挺精致的妆，然后我跟小雪就是纯素颜，然后穿的也是那种秋衣秋裤，就感觉不是一个对的。接触时间长了就觉得她挺话痨的，其实一说话能说好久的感觉。就是我们两个有的时候会在一起住嘛，然后我就感觉有一次啊，我感觉我睡觉我就快睡着了，他还在那在我旁边嘟嘟嘟嘟嘟跟我聊天这种，然后就感觉他也挺喜欢说话的。我感觉他应该做事情都是那种比较有男友力啊，然后那样子的。然后我觉得他会不会看我这种女生就是觉得好弱啊这种。相处下来就是都很 nice。